想什么？现在来到了这个泰山体育馆，要来练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才艺。其实呢，在这一阵子里面呢，有空的话呢，我继续会精进自己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是因为要上通告节目的关系，所以找到这一个优秀的啦啦队的团队，准备来一场精彩的竞技啦啦队秀。但是这一次的表演里面呢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我还有两位女生搭档。那到底是谁呢？等下来看他们练习就知道了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跳过的是这万万人迷嘛，以为你们比较算是一个偶像歌手的 feel， 但是这一次呢是非常认真的竞技啦啦队。那之前的这个竞技啦啦队，我尝试的呢，也当然有尝试过 fly 的这个部分，但是这一次的老师的安排里面，居然叫我扮演男生 stand 部分。哇塞，这还是第一次挑战，我从来没有把女生说可以把她举起来，是自己在下面当 stand 当支柱。这个练得起来吗？我们来试试看。上一次我来练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男生的角色，结果他现在还跟我说我要扮女装。他扮女装有一个麻烦的事情，因为我是男生的舞者，我要扛一个女生，然后扛到肩膀上，然后又把她转下来。那其实这是 OK， 但问题是什么？我戴假发，我会不会把她弄上来，转完之后假发就跟着掉？那会很好笑哦。先试一下，我现在戴帽子，如果帽子没有被转掉，那就假发就过关了，对吧？绑起来。这一个如果能够过帽檐的话，那就厉害了。等一下啊，你先跳一个就好哦。啊，竖琴是什么？预备，一二下上，蛮好笑的，看我蛮好笑的吗？好，好来上来啦 ，Ready， 哎 ，Ready 什么？我不会喊 ，Ready one two， 挡啊，哦 ，Ready one two， 啊，然后接下来我的脚在这里吗？对，他的脚在这里，看我这里，这里，可以快一点，可以快一点啊，对，哦。好，谢谢。帽子歪那么一点点，到时候夹板就是歪一点点。OK， 好，这个现在比较难，先看第一种下法。来，那个第一种下法，帮我那个推头转下。可以先下。好，来预备 ，Ready， One， Two， 打。好，推头转下。这是第一个比较难的。好，这很简单呢，这一看就觉得好简单。你用这个，你去做看看啊。你去做看看，决定感，接完之后，不是我重点是我要做啊，对，可是我那么重哎，他可以，确定，他现在是我们这边的王牌了，好，来揭晓，我觉得我跟他换位比较合理，揭晓，好，你看，接，可是下面的人，不会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好，现在苏子成的安排的这个动作呢，是整个竞技啦啦队的 ending， 等于是要跨旗，要跨上去。蹲站，看前面，很好，直接挖，右手挖，上挖，挖，你用挖的右手，好，我们用，对，再蹲上去，好，手，你的手，在旁边，对，很好，好，站直看前面，好，来回到预备姿势 ，ready one two， 打，好 ，OK。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可以的，这样子。我踩的时候速度是要这样，是瞬间的，所以你们是很强的，所以动作就上不去，高不了。你们要瞬间出，所以踩的力量其实是要这样。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，好，可以啊。两只手帮忙。5 6 7 8就三了，5 6 7 8 3 2 3 4 5 6 7 4 2 3 4，蹲站七，5 2 3 4 5 6，对，很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，还不错，对，他踢得还不错，对，往这边来。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4 2 3 4 5 6 7 8 5 2 3 4，回电梯，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6 6 2 3 4 6 7 8 6 2 3 4。刚刚是做了一个我的金字塔跟蓝蓝的这个牛角的一个衔接，那这是第一次做衔接，所以我一下来之后呢，保护我的那两个男同学呢，为了要赶紧去衔接蓝蓝的部分，所以把我丢了就跑，还有没有站稳，结果呢，刚刚蓝蓝那边也没有衔接完成，所以其实这个动作，这个还有这些舞蹈，其实是非常危险性的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好吧？爸不是应该在前面吗？太扯了啦！你要加入啦啦队啊？他这个身形不行啊，他都比你们啦啦队瘦。对，他已经吊打很多人了。
这样子嘛，差不多是这样嘛，是这个概念对不对？我尽量找到。说叫我穿女装啊。对，最大的三。这两位是我的搭档，他们现在看我穿成这样呢，他们现在很有压力。对，我要垫脚垫。因为他们现在看起来脚比较瘦。短裙一穿的话，其实跟我站在一起，他们很吃亏。你可以不要走过来，你去站那边好不好？哈哈，这次表演其实做三次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呢，大家时间很短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短时间里面要完成这些金家拉队呢，他们所学很久的这些特技不容易啊。对啊，他们很辛苦哦。对，排我们的人很辛苦，因为现在算是我们的主要巅峰。没有你的巅峰啊？对，我的巅峰，对，喜欢是前巅峰。对啊，刚刚狮子城还说他已经是巅峰了，然后呢，那个女同学还要扛着你。对对，我觉得很可怜，你小子。因为我刚刚换位置还差不多，就我踢他。对啊，那你们防队长？对了，人家都你们在讲。队长，你们怎么？队长，你普通人来说，已经学习速度已经很快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认真。但我觉得给分数的话，比如说一到十分，你会给我们几分？你不要这样逼人家。我个别给分数。我觉得至少都有八分。都有八分。他们两个八分，对。他们两个八分，那我大概要。他说四分呢，四分好低哦，到了，刚才一到十分可以吃掉。没了，先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一起这样，谢谢辛苦啊。而且他们每次抛完我跟蓝靖宏，下面两个，好辛苦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Okay。经过了两次的练习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在这三个礼拜之内了。因为大概一个礼拜练一次，拍子总是会忘记。拉拉队很重要，特别是竞技拉拉队，因为你要抛来抛去嘛，大家彼此的拍子啊，默契是一定要足够的。所以加紧这最后一次的练习之后，晚上就准备演出，然后准备录影，这样来看一下。这样 OK， 好，到这边，好，从头走到这边就好。我们剩八个八，从头走到这边，再次啊，预备。好，这个排练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，那到底晚上的演出会怎么样呢？大家都非常的期待，这样请大家记得准时收看这个节目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艺人其实非常辛苦的为了表演呢，努力的这个彩排，然后练习呈现不一样的一面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，感恩。The branding is ignited in a flash from the start. Type 1, Fujian, Nick. You don't really want that black block. You don't really want to feel them shots. Block would be wrong. I'm a black block. Yeah!
Sports。掌声鼓励你们。